少年捌做过记者林俊安，有一位愈想要了解就愈生分的老爸。特别来想起这位规身躯拢是迷、严格又搁自爱老爸，总是予伊感慨万千。林俊安的老爸叫做林伟贤，是台南新华高中的一员，搁兼做棒球队的教练。但是伫个林俊安的记忆当中，老爸则毋是学校职员遮尔简单。老爸伫个地方真有头面，选举时阵有真侪党外无党籍的人，拢会来请伊斗三工。连足出名的台南帮头人李阿桥、吴鸿山，拢要感谢伊的协助。但是即款的老爸，对着家己，嘛伫个1953年。看着到省工委会案件这个代志，是拢无想要提起。林俊安长期关心，查出老爸捌熟悉共产党伫台湾的地下党员李马刀这件人，佮因为安尼事，去予人看过明知匪谍无检举，被判刑6年，关3年。林俊安知影讲内情应该毋是安尼事尔，伊逐摆来讲到遮，老爸拢讲。大家若讲出来，无人会当活命。了后，伊就袂阁讲啊。像即款身强健瘦不健美的老爸，予林俊安用足大的心力去对查，愈查煞愈感觉气愤。1997年，林伟贤过身，告别式有真侪老爸各方老同学来送别，看到遮侪老爸老朋友来送别。林俊安感觉讲，家己对迄个时代，对因，真正是足切分的。所以讲，爸爸伊本来是一个诶，生活高中诶职员吼，啊，但是伊家己嘛是即个野球诶，即个教练吼，伊还阁有足侪吼，咱讲多元诶，即个诶无同款诶身份吼。所以对你来讲，你记忆中诶即个爸爸吼，是伊是虾米款诶形象？因为我爸爸是48岁诶时阵生我嘛，伊是第三个太太，就我妈妈结婚了才生我，所以。以台湾人讲的讲白老惊幼嘛吼，啊，这种年岁差距，因为受过日本教育，所以伊是不只严肃的一个老爸，就是那日本的小金二郎在内底，迄个年代的老爸形象就是真严肃。但是你感觉真严肃，就对囝无关心嘛无，因为真严肃，但是伊对囡仔的关心是，你袂足明显哦，你感觉着，但是。是足细微的啦。譬如讲，咱讲爸仔囝之间有一挂两个人之间的这种互动的故事，也是讲因特别则有一挂亲密的一挂活动。譬如讲，你甲爸爸是毋是都有这种分享？恁这个野球到底看野球的这个基地？伊伫我知影伫伊的出来学生，捌曾经拍过1984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嘛。李志俊嘛吼，咱台湾代表队相当好的一个外野手，啊伊也表现好的时阵，其实阮也大概都欢喜，因为电视内底迄个选手是阮大概拢捌的，阿俊啊吼，大概阮老大概拢会叫称呼伊，就是迄种是有共同的感觉。啊，阮后来李志俊后来去拍合考，我的印象真趣味就是，阮迄阵厝无订报纸啊，迄学校报纸，阮老爸讲你去。学校的报纸看野球啊，合考，怎样啊输？吼，迄阵无啥侪，无啥物网络上会当看清楚嘛。啊，我个一看，等下讲，标题写安那，哎呦，会知影，知影赢输呢？嘿，就迄种活动啦，就是
我等下知影我是用胶带去看要求成绩，迄阵国小的根本什么代志啊，无讲遐清楚。上主要是我咧处理报社，处理查报的事吼，我做文字采访记者，啊，大部分拢伫咧找什么？二二八啦，白色恐怖啦，黑名单啦，拢是一挂过去袂使讲的迄类。啊，其中内面真侪人，甲我拢真熟，因为我拢会找因去翕相。其中，阮的店遐记者内面，实在是较爱翕运动、野球的，是林俊南。啊，但是，尾仔我才知影讲，林俊安哦，奇怪，伊对这个我采访的迄个红关过白色恐怖的人哦，伊真有兴趣，啊嘛真有感受。我也是知影讲，因老爸，你讲我讲年代，八红关过，就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啊，了后再，阮伫个。人权博物馆编册的时，也有请伊写一篇，就是伫个写因老爸的代志，啊，甲因阿叔的代志，啊，写伫个两本册里面，他说，看到阳光的时候，啊，一本册里面再看。因爸爸甲伊的感情哦，是安怎迄落你知哦？迄嘛，因老爸，伊一直要问因老爸讲，因为是安怎去用乖？啊，伊对真侪，迄落对真侪所在，因老爸啊，无张无弛啊，会去讲着，讲啊，这哦，这款薰哦，啊，你讲迄款的迄落，鸟鼠啊买迄款的薰。因老爸讲，伊嘛捌食过，啊，拢无停无停去讲着的，啊，落去讲着伊坐落的，诶代志，啊，但是又个是一款老爸，无爱让囡仔知影上侪政治的代志，所以一直拢不爱甲伊讲，啊，但是，啊你，迄 DNA 就是共款啦，甲伊林俊南的人，甲因老爸共款的时候。对政治的关心，啊，过来对社会的关心，所以伊是吼，因为陈应真，这左派最后嘛去用关过的作家，陈应真为了要办《人间杂志》，啊，所以伊就开始去甲一寡少年啊去讲，伊要用这个迄落摄影机的镜头，啊，要来翕一寡社会的迄款的较弱势的阶层、工人什么话，即个迄落的。啊，迄阵的写实主义社会关怀，啊，足引起迄阵的少年啊的兴趣。啊，所以有一天，俊南讲，以前啊，拢无等于厝的。啊！老爸讲，你怎招待？啊，袂啊！伊就讲，去听陈应真，迄就是作家。啊！伊老爸讲，我知啊，伊嘛红乖过啊。所以老爸话啊，讲有一天，我个记迄天是足早，迄足早六足早应该六七点，迄阵其实我会记歇寒歇热无单代志，拢伫厝看中啊。六七点，我老爸啊来，你来去听。哦，坐来。那来讲 ，Men's Talk。哎，那个一包粉啊，来到那个，三多里的迄个广告。哎，就哎，当老爸第一遍结婚的好话嘛。嗯。啊，我结婚来讲，难道是一个善家的家庭？难道袂使有两个人插政治？啊，就是袂使有两个人搁去用关啦。伊的意思是讲，我捌去用关过啦。啊，你唔免搁。我去插这这些代志，那是第一遍跟我讲，有我因为政治的关系，有
有共关过三冬嘛吼。嗯。我回想起来，其实老爸甲婚的后囡仔，这过程其实有小可是，甲你当个大人的迄种宣誓嘛，就是成年礼的迄种感觉嘛，迄种意义嘛吼。哎，我也甲我讲这是讲这过去，伊唔捌讲，而且甚至有小可。相片无愿意讲的这物件，所以迄摆敢是算讲正式第一摆。正第一遍，我印象内底第一遍甲我讲这物件，嘿，啊过去是尽量卖讲，啊尽量刻意的相片卖讲这话题。我的感觉就是讲，用伊父亲的形象哦，对一个囡仔讲这物件，包括婚的用囡仔，我感觉这是一个，伊甲伊讲这囡仔大汉啦。哦，我当来讲这个代志安尼，迄种宣誓意义会较重啦吼。讲迄摆个爸仔囝之间的 man's talk， 也是讲算讲是你大汉的一个仪式，敢会使安尼讲吼？伫个迄个过程当中，一个分水岭啦。分水岭啊，爸爸算讲是甲迄种幼路代志发生的种幼路的部分。无，伊无工作对哦，伊无工作，伊就是我当好奇嘛，啊，伊是用了一关，啊，我感觉讲。我感觉迄阵就是慢慢会去读一寡啊，啥物人嘛，乖乖啊，啥人乖乖啥。我迄阵是伊逐感觉讲，哎，无得阮老爸是做过足侪轰轰烈烈诶代志啥，其实无用无啊。阮迄，阮个甲朋友做伙要甲大陆走私做一寡生意啥，就是啊，总啊足简单诶。迄阵感觉讲啊，遐无啥物啊。林俊咱诶阿爸林维贤，伊伫战后做过海上走私。不过在他的破格书店馆除了共同连锁书文应税不品进出口这条罪名，还有明知违规业而无检举，甚至还跟共产党在台湾做地合作一个主要干部李妈都有牵连。但我们邀请同样是受难者家属的地铁门和近代史专家李厚清老师做会了解这件1953年发生的破格的背景。其实迄阵你做招数的人就侪啦，因为1945年战争结束了，台湾就侪人吼，你若有一两只船，哦啊，你就甲台湾的米啊、台湾的糖啊、哦台湾的特产啊，你就运去对岸嘛，运去福建哦，啊是甚至运去即个上海迄搭，啊你甲你也回袂掉，哦啊你无糖咧管的吗？真歹抓啦，因为做的人伤济啊。我知影讲，婚礼迄搭迄个湾仔有人吼，有一两只船，啊，伊嘛咧做这个生意。迄阵事实上，足济台湾人咧地方上的这个有头后面啊，头人会当趁钱嘛。啊，一般的老百姓当然无船嘛，一般老百姓要靠这岛趁钱，这话上困难啊。唔过你若讲厝里有一地啊，吼啊，你有法度请人，啊有雇船。甚至你家己有船，啊，你就会当去两岸吼，两岸啊做这种生意，啊，当然这是违法的啦，吼，违法的。不过迄阵足侪人做，啊，你不一定去抓到，啊，抓到迄阵还未戒严进前，这种做也毋是讲出重的罪，吼，所以足侪人去做这种生意，啊，因为迄阵台湾吼，台湾的米较俗，台湾的糖较俗，啊，中国迄边米足贵的，糖足贵的，啊，通货膨胀足悬的，所以你这种招数吼，事实上你能赚袂少钱。所以林维贤事实上是在做这种生意。那当时应该是1945年到基本上1946，因为日本投降是1945年的热浪嘛，八月嘛，啊，所以事实上1945年的较尾啊吼，较年冬一直到这个1946年以后，足侪人做这种生意。啊，中国拄啊好迄阵你内战嘛，伊战争嘛，中国国民党甲共产党的战争，也阁唔知影讲谁会赢，所以迄阵事实上中国迄边的经济状况是无啥好，都因为这种原因，和这个台湾的做招数生意的啊，会当知影讲啊，才有空棒嘛，才有空棒，我若有一两只船，啊，我送
送花、送物件去兑换，啊换兑换的法币嘛。迄阵中国的纸钱叫法币嘛，啊台湾是台票嘛。啊你若换迄边的法币来台湾，啊你把法币换做台票，哇你就赚死啊，爆死啊，因为迄个汇率的落差嘛。所以我拄我讲的这个背景吼，事实上就是李马刀的案，啊，是安那牵涉到林威贤，啊，事实上林威贤吼，林威贤甲李马刀，因事实上是无解释啊，哦，啊，根据这个李马刀伊去逮捕了，李马刀伊留落来这个笔录，李马刀讲伊有见过林威贤，唔过伊敢来给你姓林，伊会给你姓林，伊袂给你伊的名。啊，五天规划相共，所以事实上，林威贤不是讲最直接的牵涉到李马刀的案。林威贤主要是因为五天规的关系，就是伊甲五天规是小学的同学，啊，佮同乡，哦，所以因关系最好。啊，林威贤我若知影五天规参加共产党，啊，因为林威贤有你做招书啦，有你做生意啦，所以林威贤手内底吼，伊手内底是有一地啊，厝里有一地啊。所以林威贤，我啦去透过这个伊赚的钱，去这个帮站吼，帮站这个去岛内啦，咱今日概念就岛内啦，去岛内这个五天鬼，你为伊这个判刑的这个当地吼，另外会当看出这个林威贤其实事实上伊无涉入足深啦，哦，伊是这较周边嘛，较边仔的这个涉案者。所以，伊判刑无判轻，啊，像吴天贵就无同。吴天贵因为事实上是这个组织的，伊是共产党员，伊有立党的。所以你看吴天贵伊的判刑都是十年起跳。哦，迄阵伫这个白色恐怖时代，吼，因为这个惩治叛乱条例的关系，迄阵上轻的刑度都是十年。哦，你若是参加组织，啊，想要颠覆政府，啊，着手施行，都是十年起跳。吴天贵都判较重一寡。因为我听贵是真正伊有参加这个利马岛的这个组织嘛，我想这个背景大概是安尼。所以你妈爸讲过，就是爸爸有真多同学，同学啊，即个同学诶，对你来讲，你是虾米时阵开始熟悉讲？爸爸有一挂同学。我大概伊迄个年代应该伫。1992、1993迄个年代，就是妈妈即个曾经做过家的政治受难者，我妈妈有组织嘛。啊，因为关系了，大概四线生活拢过了，唔是讲足好。哦啊，但是妈妈会当讲这代志，大概互相个联系啊，甲做伙就是互相关心生活哦，关心是有当咪需要互相帮忙的。因老爸是参加互助会啦，哦，就是。左统派为主的政治是乱团体啊，啊算南部的迄落啦，啊所以因的聚会拢会去借人的庙寺啦，哦啊内面的什么神房啦，啊大家都要做伙食饭，啊做伙聚会，或是约会安尼，一个月参加一摆安尼，一寡。一个月三个人生日，啊，就迄落，啊，无因，虽然是捌载过因老爸去一摆，因为老爸需要伊开车甲载，啊，但是，伊就是因为载因老爸去，啊，伊才看到，哦，因老爸一寡男友，啊，做伙聚会是啥物款的迄落，啊，大家拢安尼坐着端庄，啊，耍咧足严肃安尼，啊。啊，不过讲起来是嘛算可怜，因为伊在因老爸的时是还阁是还袂戒毒戒严，啊，所以迄阵的政治受难者，有聚会吼，都要很小心呐。迄管区的拢会问讲，啊，恁拢无迄落的，迄管区的拢爱去调查呢，因拢有消息，拢恁当时要到倒位啊聚会。啊！因来知影，啊！因来报告，啊！这款代志对因来讲，拢是叛乱犯，
迄落坐落出来的人，啊，内面几十个人，啊是一百个人以上，啊，伊聚会伫迄遐，啊，内面是咧讲啥话？想要去讲，迄个当时要搁起来叛乱，还是安怎？啊，是要发迄落共产党万岁？啊，因拢足紧张的，警察拢会足紧张的，啊，所以，啊，因咧。出来载老爸去，我感觉真无味，啊，真严肃，啊，大家人拢安尼做，安尼围巾正坐，啊，又感觉足无注意。但是有一个印象最深，就是迄边就是结束的时阵，因为迄庙的位置较偏僻嘛，啊，有一个因的同学，迄同学看起来就是。你也是路人甲，你感觉这个人都应该是正常人，你无认为伊捌字吼，对，足穿啊足简单啊，认为正常，嘿，足一般，皮肤白啊乌乌呢。哎，讲啊，你要出去无？我坐你的车咧，遐市区吼，加啊遐坐，现场客运吼，专车然后啊坐。哎，上车又搞讲，哎，少年，你敢听讲最近吼，迄《资本论》有出中文版的，你敢知买倒位买？吼，啊，我是感觉讲。我个跟我讲，啊，你干嘛？再看，你来，你要看资本论，我知影资本论我有啊，就三分哦，足够的。我个讲，我你上啊，你要看这哦，你迄足够呢，迄你那有淡薄啊，干嘛讲？想讲喺我你上来看有迄种心态啊，问啊，哎，我你上我讲无啊，我个少年上日本版拢看过啊啦。啊个想讲最近即卖无代志哦，听讲我出中文版，搁要来看卖。你后下讲一句，我好真惊吓，伊讲。啊！我前阵啊，甲一本黑格尔什么册，我未记册名。伊讲我当看黑格尔一本册吼，当看了尔。我咧足侪哦，日本版伊在拢看过。啊，个即摆我无代志吼，等我中文版阁要来看。啊，我当哇，这老人真正是卧虎藏龙，你完全看袂出讲，伊你我甚至感觉讲伊可能唔捌字，结果伊竟然是看这种黑格尔看资本论这种这样大本的册。的人嘿，啊，而且是，伊是永远无代志要来看，嘿。政治受难人联谊总会，啊，要小招要去中国，要去参观，啊，有中国那边有人啊，甲咱按来，啊，要去，啊，大家就翁阿婆啊，做伙去。迄阵就是因为这個同学的关系吼，所以南北拢互相拢有联系嘛。啊，台北这边就陈其昌先生就是捌做过政委最先生的秘书嘛吼，伊个性甲大陆迄边联系会程度较深，啊个有招一寡同学讲啊，咱做招做一团吼，来大陆参观安尼啊，啊个跟阮爸爸跟阮妈妈参加迄个团嘛，参加参面做伙去大陆观光，1989年嘛，啊所以参加的时候就是，当来我台湾。伊听我妈妈咧讲讲，哇！伊去遐北京哦，无去看一下皇帝殿哦，感觉袂，即心唔甘啊，对个吼。到尾啊，就是迄刚要离开北京的时候，因就坐一只客车哦，个去天安门头前坐一阵，啊，看到天安门的迄个牌楼，哎呦啊，哎，心愿已了啊，离开。啊，当来有听因讲即个，一寡因去北京啦，啊，讲有一个，伊讲迄录音团个，录音社因其实团拢因家己的同学嘛。啊，个未出发前就讲录音声，啊，我有一个线客吼来参加你这团，主办的陈先生，感觉无啥线客来参，啊，结果后来发现这个线客新闻哦，无啥讲，哦，后来发现其实就是戒严了后，迄阵在让开放大陆探亲啊，但是
开放大陆诞生，本来敬重的人，尾仔拢变做啥个？拢变做开放两岸探亲的旅行社的头家，诶，敬重的人拢化身为哦旅行社的人，因为开放探亲的同时，拄好警备总部去互裁撤掉，哦。啊、所以有很多敬重的人就没头路、啊、他就选一个身份去做这种的特别关心两岸的探亲、啊、这种人都是跟共匪一边、欸、你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交道，那你如果不是跟他们有关系，他怎么有可能让你去？所以有一段时间警备总部去裁撤了后的敬重的人，诶，转换身份是伫做两岸的这个旅行社的，这个生意。啊，后来你大家发现这个人的身份了，有人讲你个第二行你的，你卖慢慢做去行，佮佮这个人请走了，哎呀。即伫迄当阵，你讲就是敬重有这种传统的对啊，替因这套专辑。听说平常因为人足济嘛，啊伊无阿多，伊总是要一个安排啊，所以有安排录音社。录音社是台湾对外接触上密集的一个职业嘛，你传团出国啊是安那。你比如讲要甲迄边有啥物，拢会经过录音社啊，所以因我知影是会安排一寡去录音社。嘿，啊迄边是迄边其实真趣味是。回来了，我爸爸有一边个总监说，我讲你即马少年哦，你也想要，以前就足侪人去大陆发展嘛，台商啊，那你也想要大陆发展哦，你会当过啦，哦，啊，我迄边个是挂关系，我就想讲你那有啥物关系？恁个本省人那有啥物？你也无啥物亲戚伫大陆，那有啥物关系哦？林俊安，我也讲伊老爸，甲因遐男友吼，因咧合作会，而且政治是咱遮男友。去中国参观，啊，接受中国的国台办的这个案内，啊，所以讲跟翕相啦，哦，啊，换名片啊，讲后边吼，恁囝啦来中国吼，来做生意啊，是来创什么玩意吼？这名片贴出来，反正啊，讲恁老爸是为了祖国牺牲，叫国民党关过吼，啊，我一定大大甲奖励。啊，所以一低唔落恁个囝，啊，叫我哦，大家拢，你中国啊，佚佗啦吼，啊，伊拢安排互因参加十月初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的迄个国庆日，啊了后哦，什么十月初七、初八，啊左右就倒来，啊，迄阵是还佫啊经过香港，啊，迄阵的。香港的机场，还阁是迄个启德机场、启德机场。啊，迄阵是，才解除解严无偌久个尔。哦，啊，迄阵还阁有启德机场。啊，伊讲，啊，伫机场遐等飞行机要倒来台湾的时，啊，有人伫问讲，咱顶过敢是吼，因为甲人做伙翕相。啊，从安尼，因为安尼向掠去看，我讲安尼那对，啊，咱甲咱做翕相，这拢重费呢。啊，互咱的名片，这摕回去会害死了咱囝。到时去，国民党搁一遍的迄落白色恐怖啊，怎啊害死恁囝去用看？我也想着讲，无通无做到，大家怎啊？围伫个吼，启德机场，一个大卡粪扫桶，啊，有个啊，啊，名片、相片，拢摕出来掠，掠掠讲，这卖炸弹去好了，炸弹去吼，害死了人囡啊！而且想象讲，迄一群七八十岁老人，他们白苍苍啊，个伫粪扫桶边啊咧，名片一张一张掠掉啊，啊，我就想迄画面个，感觉足荒谬的嘛。嗯
伊嘛有一个阿姐吼，啊，你的阿姐伊住伫个即个华莲的即个玉里诶，即个疗养院内底吼，啊，咁是因为爸爸的即个事件。其实我迄阵还有四五岁尔嘛，就是囡仔，你根本大人讲话你无法度拢一知半解嘛，你无法度完全了解的。然后哎呀，怕阿公阿妈啦吼，啊，就表白写字啦，啊，啊有送去精神病院啦，啊，就是去精神病院送。在镇静之后，之后就只了一段时间啊，个通知家属，恁恁这個家属好啊，啊带回去。我会记细汉就听讲啊，老爸就足欢喜，即个阿叔带回来，讲咧治疗好啊，等下啊，等下无食药，无一段时间就发作啊。伊老爸小弟因阿叔，结果就是精神错乱嘛，啊。厝诶，散食啊，往关诶时啊，啊，因咧，迄阵无精神医疗啊，啊，没有强制就医啊，啊，你若送去病院啊，啊，无偌久嘛，佫甲你，佫甲你送倒转来，讲，食药啊，厝诶人甲你顾，政府无要一直甲你顾迄落，甲你顾精神患者，所以因咧也食到尾啊。厝诶，毋知要安怎甲处理啊！因老爸出工了后问人，迄一个议员甲教讲：“啊，你袂晓教恁小弟啊？美国运动啊，伊就用掠去看，就是变政治犯，甲你共款，啊，着政府替你饲。”结果说，我真正因咧阿叔个，我画反动口号。我嘛啊，酒介少，结果啊，弄落个密报啊，啊，所以因上尾啊就是，甲这个起笑的小弟啊，甲伊当作政治犯，互政府抓伊关。啊，因那个阿叔真正就关伫个迄落，关伫个华莲玉里的迄落啊。大哥，你好。可以。刚才咱甲阮讲一个细汉时阵，你对阿叔印象是啥物？我其实对阿叔个无讲足清楚的印象，啊，知影讲阿叔有精神方面的问题嘛，啊，需要治疗嘛。诶，细汉的印象就是。因为迄当阵应该是台湾啊无精神卫生法的时阵，所以出来迄是无法度，所以。我感觉是迄个年代，大家对这个精神病的认识无较清楚。所以因为不清楚所有东西，身份在底嘛。包括讲我细汉咧，反正感觉阿叔有精神病，所以来惊。啊，因为咱嘛唔知要安怎给伊一个较好的治疗环境。哦，啊，最后无法度，知影讲只有一个专门收容精神病人的空间，啊送来遮。请问你大汉了后，敢有过来看你阿叔？我大概伫九零年代，无工作详细，九五年啊，九六年迄个年代吼。有一边甲朋友要做伙来华莲佚佗，啊，当然台南出发嘛，经过南回、台东，啊，个想讲有一个阿叔伫华莲，啊，足久无看，应该是找机会来看卖。啊，迄边甲看，其实伊唔知我啥物人。嗯。啊，我甲登记，啊，朋友当然问我说，我伊个孙啊，我阿叔，我安台来看，啊，朋友当然就我去遐探问嘛。啊，经过一阵的迄个管制，你来对阿叔对面层顶管。啊！我甲阿叔伊看，伊完全无可能有印对我有印象啊，因为已经过十几冬无见面啦。哎，我个会记伊看，我叫我一手叫我走，叫我走，伊无熟悉嘛。嗯。嘿，叫我走，伊无晓茫见面了呢。啊！我当然迄阵会感觉心真酸的，讲一下阿叔四十几冬离开厝的，啊，伫遮啊，做孙仔看，既然才七正足七年嘛，阮爸爸的小弟，哦啊，既然伊完全对我无印象，啊，而且把我当作无熟悉人，跟我走。然后大概伫2017、2018迄个年代吧，我就来按台北哦。我去边就是来看阿静吼，即我用阮爸爸迄阵的，迄阵伫收坐岗时阵的相片。啊，然后这是你爸爸坐岗时阵的相片。是，这张其实伫我伫国家档案局顶管调出来。阮爸爸家己嘛无看这张相片，伊当然就是伊迄阵从关的时阵，还有做一个靠卡的记录啊，伊个相片。这原来是就细
做细张诶，原底头个两做细张头个四个张安尼尔。我当然甲当然叫讲，我要定翕这张相片。伊当然问我讲，你翕这张，我讲对阮爸爸，迄阵才30啊。哦，我爸爸的相片，但伊家己毋捌看过这张相片。我做子孙，我认为有需要甲这张相片留落来吼，阮家族顶悬会当有一个纪念，知影讲，我有一个老爸吼，我的孙有一个阿公曾经有经过这段历史。我坐这张相片，我相信阿杰可能会较有印象，知影讲啊，这就是你阿哥。这个看这少年的，甲阮阿哥有关的。无得个联想到，我就是伊的孙啊。但是迄阵阿杰的状况又差惯，已经无啥话多讲话嘛。所以我有甲问讲阿杰，你知影这啥物人无？伊当然迄边伊就无赶走啊。但无讲话就点点。我甲问几遍了，又搞点头。我想迄个点头，无得个是伊嘛。无意识的点头，但是我相信是伊可能知影这相片的伊的阿哥啊。伊应该有。我相信有一寡印象，但是可能啊，遐久无得个年岁大，有记忆可能较失去啊。但是有点头，我相信是伊知影讲这是伊的阿哥。阿来讲哦，我2003年的时候，有一遍我利用。我的休假，去花莲找朋友，了后，迄个朋友对花莲开车要去台东，我就知影讲会经过玉里，我知影讲，因阵啊因阿叔，因老爸已经过生日啊，因阿叔还阁住伫遐，因阿叔看起来是，实在讲不哩可怜，就是讲，普通时啊根本就无啥物亲人会去甲看，就是讲。来去问一下，顺便去遐看一下，我就买什么马虎啦，牛奶啦，准备去遐看。我问三间，第三间才找到。迄阵嘛有甲翕相啊，嘛有，伊就来讲，伊安尼足瘦的，两颊吼，这个。都凹进去，喙齿嘛拢无好，一年罕有几个人去遐看，就若毋是林庆兰，甲伊妈妈，哦，侪时间有闲会通去遐看，剩咧足少人会去遐看，看了后尾啊，无一两年，尾啊，我有翕相。迄个俊安，俊安讲啊，因遐一个还蛮过生日啊，所以尾也是俊安迄阵请假啊，去甲找阿叔吼，甲安排后事。迄玉里的疗养院。我演过做记者的时候，我就听过。嘛也阁有，其他的政治犯，像咧柯石道，就是嘛是怪你啊。伊是好好人，向眼哦，精神错乱，伊就互你听迄款的安尼。很尖锐、很刺耳的声音，刺激到你的脑神经，尾后就是因为安尼起笑啊，就伫个政治家家变作精神患者，一直甲打麻药伫个关啊，关起啊。回想伊这世人头一摆来到玉里探望阿叔，迄时是含一过政治家的老爸做伙。
想起阿爸总是三十几分面容严肃，真正无法度约到伊身边的过去。当四十五岁林俊安搁再来玉里，已经是阿叔过往的事。伊想起顶摆相见，阿叔目睭直直跟阿兄少年互掠去迄时的相片，这个熟悉搁青婚的面容，伊敢会想起半世纪之前兄弟共同生活的日子？伊敢知影什么是白色恐怖？伫车顶，林俊安将家族的故事真就讲予后辈听。范世公自抓甲阿叔接返去厝内的旅程，毋那是甲亲人告别，更加是透过消息，甲家族的记忆永远保存。做咱那个回忆里面是讲，因老爸过身的时候，啊，因老爸男友来甲送别，啊，就是炸迄条吼，炸迄款手挂的迄款的录音机，啊，里面放迄条刻盘，啊，刻盘里面的歌就是因迄款的，因演过侪条的是送别，即个迄条。有包括男女有用唱啥嘞？爱因为听这款歌，啊，当然啦，去参加的人拢侪岁啊，拢七八十岁啊，啊，唱的歌嘛拢，哎，节拍拢嘛未拄好，啊，拢嘛滴滴落落，啊，无人迄心意就是安尼，来送别，即个迄条，迄个男女即个家己的兄弟姊妹啊，啊，拢是少年的时。就为了迄落莫名其妙的理想去用掠去关，啊去用关关十年、五年，无期徒刑拢有啊！啊，所以迄落是款的送别的即个迄落。我即马手提一本册吼，看到日头的时阵，白色恐怖受难物质的这个第二本，内底有就是明祥兄、甲咱俊安兄，其实到底来写经历这资料，内底这篇，愈想要了解，就感觉愈清楚的爸爸甲阿姐。这篇其实就是传下你拄啊，伫个咱分享的过程当中嘛，有讲到爸爸甲阿姐的故事，所以我想要请教传下你，对你来讲去理解你讲家族的历史、爸爸的历史、阿姐的历史，对你来讲伊的意义是啥物？因为我工作是做新闻工作嘛吼，啊新闻工作其实处理拢是别人的故事嘛。啊，因为我慢慢去了解我爸爸发生这代志了，发现讲其实阮家族这故事嘛是非常需要记录落来嘛。因为咱人过去的记录，读到过去的历史，咱会去反省嘛吼，咱会去感觉讲咱未来的路要安怎行，会当和过去发生的错误袂去发生。我到这个角度啊，如果整理完整，会当甲别个别个角度甲做啊几个，伫迄段年代的历史会更加较完全。嗯。所以讲，你咧写在文字整理资料的时阵，我敢会使讲，是当然是为一个受难者的角度出发，但是你嘛是有一个记者的身份。应该讲，我感觉记者的工作对我来讲是一个。技能啊，经历的技能尔吼。但是我大的心情是徛伫一个对人的囝儿是谁，加一个对人的孙仔的心情吼。对阮爸爸加阿叔，因发生过这历史吼来做记录啦。因为伊人已经无伫个嘛，两位拢已经无伫个嘛，所以已经是当然是个别嘛。啊，个别咱要改个别是无希望错误代志搁再发生嘛。吼，告别只是把那个，只是把迄个过程。say goodbye， 但是其实个意义是个留落来。嗯，有影告别就是另外一种纪念的方式。是，嗯。
好，安尼今仔日真感谢陈阿兄来咱的现场，甲咱所有的朋友分享你的家族历史。那会唔对你来去？你敢有过来的情根的日子？少年时期的黄世敬捌做过记者，有一日电视伫咧报爆炸案件新闻，黄世敬雄雄看到嫌疑犯的名，竟然甲家己的小弟共名共姓。这个嫌疑犯敢真正是迄个大心的小弟？后一集咱来看黄世敬的故事。